这里我一直不知道在哪里刹车，好，那就在这儿吧。前面是四号弯，很多人在这里冲出去，但我从来没有。这里我切的好准，这就珠海赛道设计比较脑残的地方，就是它的弯形非常的单调。你看前面又是一个回头弯，大家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？前面呢就到了终点前的最后一个弯，右边是进回头区的通道，这就是这样，简单单调的一个赛道，然后我爷爷都会开。赛道上面有一个树枝，可能有点强迫症，我想去压那个树枝，结果没压到，我就看了一眼反光镜，我想我到底压到没压到，可能节奏打乱了，就有现场上过度吧。其实还是可以更快，不够专业的表现，处女座的表现。第一杆位，我生病了，所以来的比较晚，错过了所有的练习。那车比较新吧，其他人的车是不是练的太多，老化了有点。发车程序啊，没有安全车全是正常的，回来别过线看灯，你有优势可以防守，但要给人留空间。我的车因为很热，它的转向助力发生了一点故障，所以有的时候有助力，有的时候没助力。那方向时而很重，时而很轻，很重的时候是一点都打不动的，所以我只好把节奏再慢下来，已经做好了要防守对手的准备，因为只剩下最后一两圈了。车到最后才刚刚找到调试的状态吧，也之前的准备工作不是特别的充分，发挥的还不错吧，我觉得我没有犯什么错误，就是保护赛车和轮胎，但是的确比较危险，因为到最后的时候对手已经接得很近了。